现在时间7:40吧，看一下吧，7:43。7:43来的比较早一点点，但这边还是早就站满了。有没有人跳？好，里面有人，人多。进去一下，进去一下。哎，他几个人？不对，我每次揣着带他。你把它放下来，蓝牙已连接。没事。Thank you.
好乖。
I'm not afraid.
I'm not afraid to die.
张，好不好听？
城外中心了，这个8:30了，8:34了，这两个等会值班也过去。境外了，我去境外那边，我看一下我色温调多少。过去300米左右，应该30分钟左右，就在那个房子下边。就这个口子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在公交车旁边。啊，我没有用稳定器，也没用三脚架，走路直接手持方向，手持设备，手拿着，走路有点晃。然后前面100米就到了，现在时间8:39，有点来的比较晚了，前面。在罗马那边拍了30分钟，40分钟。这边没有，我跑那边来直播吧。这边手机支架也没搞忘带了，每一次都搞忘拿东西。今天相机没带电池，啊，然后手机支架也没带，直播怎么办呢？不稳来拿手上，要好放，摇摇晃晃的，哦。哇，那个光晕好漂亮，绿色的、蓝色的，好漂亮。它人多很多的，这个面积大很大，真的比境外啊，比罗马那边宽，起码3-4倍哦。啊，来了！8:00。
人好多、啊、三圈里边三圈了真人好多今天来的比较晚一点，哎，晚了8:40了。好、啊，行，我把去了就是去了，这个大概就是，把放下来，哎，再放下，放下。谢谢，不谢不谢。这个支架，行，暂停吧。
传出来的，传出来，腾龙的传出来了，腾龙啊，龙啊，哎。他没调个北平衡啊？调了点，你给我调了。你调个北平衡吧，调的太晃。就是有那个偏晃。自动现在，刚刚调5500块，但是我重新调了一下，还是要人生应该好一点点现在。
点吧。他们那时候九点半吧。我生意小了一点。好吧。啊，九点半，九点半就收嘛。九点半结束。下午在九点半结束，但是小了一点。好好好。他是新来的吧？捐半他就是，他起头刚刚过来了。我从机场来的。哎，好。刚刚来看了检查过。我喊开小心点儿，我喊开小心点儿。嘿嘿。刚刚我们到西来桥去了。我就是个米罗汉。但是那个老师不在，我们跳了20分钟没走。我们就到这儿了。看看，去哪个？放哪个？手机没电。后面那苹果的。没才知道，买了我给我老婆了，反正。多少钱？二十多，八千，九千。2560。哎，2560。9000。8900多。就直营店，直营店。直营店，我直营店多少钱都能少。他一样，两也一样。啊。就是啊。那在我旁边，你还比他便宜点。他直营店是多少钱都不少。好好吃。
How long is it? I play music for before you. I don't know.
先不要走，你要不然就
光照顾一下我们，我们老家老乡还是一个村村的。Hello， 哎，你说你，有点感觉了，今天稍微有点节奏了。对，要采访音乐，采访节奏。哦，你那个声音，今天还可以。今天稍微有一点感觉，前天点子乱跳。你又跟着点子乱跳。其实那前头点的那些音我都跳不跳啊，后头你在后头看，有些前头就是跳错，跳错了，你跟着跳就跳不错。你不太前面。真是哦，看现场有好多人，不知道是谁的，这个今天就是不放去聊，已经好几天了。真是的，这里也发了，这个是有家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反正我不要了。拍卖嘛，拍卖。难怪嘛，我操！所以吃酱面。我操，天津的那个没有，还有把你打。他是配的时候你要注意点。我就把吃酱糊到我的配隔远的呢，他们那种隔远的，就他们也随时近的。我说你干嘛不吃？我说我点，你说。可以可以。他那儿也有。你的声音怎么？嗯，他自己放的音乐。没有声音啊，声音。有没有俺是这次找那么个给他？放这儿嘛。可以。没事没事，反正是可以。这认真的，二一。这个是横屏，横屏的话脚那边看不到，只能看上半部。这拍抖音的话是全身的那种，就是如果站远一点的话就可以全身。
了。